各位看一下，好，好，这个是我的盲盖烟，OK，我的，我的跟阿弟的，你也是有份的，少，OK，我们的盲盖烟，OK，你看各位，以前没有这样的，啊，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，没有，我不会起价了，你看。以前没有这样裂，现在很多颗都这样啊，很多颗啊，多少%？啊？50%。你放了我的多久才这样？啊，高万听哦，My friend， 姑妈，This is my new customer， you see？ 裂，嗯。你看，这个就是快高长大肥狗啊！啊，要晒到太阳才可以，你看，啊，要这样子的。坦白讲哦，各位，这位园主真的是好心要协助人家，不然哪里给你这样子拍呀、啊？对吗？是不是？是。真的，人家是借的。学到安哥为人，要分享给人家知道，啊，人家的芒果是这样的，你看，你们呢就好像遗产这样，对吗？我去修这个榴莲树呢，人家就讲不会啦，啊，不晓得啦，啊，安哥为人不会修啦，在 Facebook 那边讲，妈的，都不要给人家知道哦，对吗？啊，这个老板是很诚心，你看，看到吗？啊，你看修到漂亮吗？你不要像雨伞这样吃肥料。啊，有电能啊，有都有拉都能啊。你要不来不加？你要不来灌吗？冇不加，很淡在家。啊，但比你要不要灌，他不来加个灌上啊，人家打个八折奶。什么人家敢冒猪肉吗，哈利哥？NPK 啊，啊，不敢猜啊。好，各位啊，你看芒果树裂，你看50%。好，大家谢啊。啊，用安哥威廉回水啊，哎，啊，用安哥威廉回水啊。OK， 拜拜啊，拜拜。